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听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 B&O BOPEX 入耳式无线耳机。丹麦音响品牌 B&O BOPEX 入耳式无线耳机采用咗舒适嘅入耳式设计，拥有主动降噪、防尘、防水等等嘅功能，由声学工程师进行专业调音。隨時隨地都可以享受聽覺盛宴。人體的工學設計透過縮細耳塞入耳部分以及扁形輪廓，即使是長時間佩戴都十分舒適穩固，進行一些幅度較大的運動都不容易甩。扁形輪廓加上左右耳機內置一共有6個咪，應用於在主動降噪和通話識別，加上採用波速成形技術和自身語音調節功能，可以輕鬆應付日常通話和會議對話。根基附送鋁製的 Type-C 無線插電盒亦都方便收納和攜帶。耳機的外形承襲品牌一貫出色的設計和工藝，耳機觸控界面採用了 PVD 鋼化導膜玻璃界面配搭外圍的鋁環，令整體的設計更加有質感。耳機雖然小巧，但是就配置了比較大的 9.2mm 喇叭驅動單元，加上適應式主動降噪技術，令你可以享受到音色的深度、細節和清晰度。支援藍牙 5.2 技術，背景降噪功能和多點連接，可以同時連接兩台裝置，滿足你日常的 multitasking 的需求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具備了 IP57 防塵防水認證，無論是室內靜態活動亦或是雨中運動都可以佩戴。進行配對，先將插電盒打開，等待指示燈熄滅之後，長按左右耳機玻璃觸控面大概6至8秒。配對完成之後，就可以下載 B&O App， 可以調校通 Touch EQ 音效設定、音量設定、軟體更新、自適應 ANC、 自動待機設定。今集豐澤產品 GPS 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產品係 B&O BOPEX 入耳式無線耳機。有興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豐澤網站，同埋記住 download 豐澤手機 App。當然都可以去門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